起来饮好晚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我就伫楼顶遐唱歌，我唔是去夜来呀，卖安尼伫遐食醋，安尼唔好啊！拜托，来开门哈。春丽啊，春丽啊！春妮啊，春妮啊，莫安尼啦，拜托个，开门一下啦，哈！春妮啊，我有影，春妮啊，我有影，带着小宝，有影要我支持。春妮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个啦。春妮啊，春妮啊，你哪家进来开门哦？我等你是要用站的哦，你不爱开哦，我爱开门就把站门开哦。好，春丽啊，春丽啊，啊，哎，春丽啊，春丽啊，春丽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喂，春丽啊，春丽啊，我心情啊，拜托，啊，你头昏的时阵，你阿头巴，啊，你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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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阿头巴，那不好，好啦，好大哩，好啦，好啦。我是看你伫困咯，我看迄涂骹油啊，我抓做讲是。哦，你抓做个出神哦，你惊哦？你真正着惊哦？你敢会死哦？哎，你伫解释这什么意思啦？我当时解释呀。啊，我八点钟看煞吼，啊，你都无聊咩？我一个人咧倒咧房间困一下，倒一下。啊！你伫休困啊？那那药啊？那不甲跪涂骹？啊！你是药无啥啊？嘿！哎哎哎哎哎！你别买买买买买！你以后对啦，这为啥变啦？为啥变？那鬼管事！哦，买他！我怎啦？搞我死吼！会怎样？哼！我若是你的痛苦吼，你的哭吼，会哭吼，七七四十九天，会袂？会袂啊？会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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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真正哦，会啦，爱来甲我拜吼，哈，讲好啊，一个真诶嘞，甲拜过啊，会啦，好，安尼吼，我嫁互你做媳哦。哎呀，不算完哦。好啦好啦，你哎呀，三百几个较少，莫安尼啦。我来讲哦，讲真的哦，你有甲我答应过哦，你要甲建宏吵转来住咧厝的哦。那建宏真是转来厝的住。嘿，大口珍珠卖去放吼。那甲阮母仔囝哦，糟蹋到我挡袂牢哦。迄阵哦，你入门入来吼，伊就会看到，你看见无？还当吊哦，你着看到我吊伫咧遐吼，安尼双脚动动嗨，啊动动嗨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动动嗨，慢慢慢，你伫拍七岁就好啦，然后我拜托个。唔敢吼，唔敢吼。嗯咯。哎呦，拍七岁哦。嗯。哎呦。你也听话吼。会啦会啦会啦。啊！你真正甲建宏带转来了？会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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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心啦。系啊，嘿喏。来，真正。爸，爸，宝藏。哎，宝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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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坐，坐，坐。哎，坐，坐，坐。啊，困得惯是无？哎呀哎呀，这歹势哦，我困在柜头。哎呀，不会啦。啊！伫家己的厝哦，或者困晏晏，拢嘛袂要紧。哎，啊，刘娘袂落啊？嘛，啊，刘就感冒啦。啊，我是讲我加困一时啊。哦哦哦。哦，你应该啦，好加困一时，好，哎，休休休休，哎呦。爸，妈，老大，哎哎，哎哎哎，哦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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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文杰啊，哎，啊，哇，你昨暝是去倒位？我拢无看到你啊。你哦。哦，你都唔知咧，你们事业做到偌大咧呢？哈哈，啊，若无送伊半，伊嘛袂倒转来。
爸，我就讲二姐夫哦，会叫飞去应酬，直接成立啦。哦，那安尼是上好啦。好啊啦，泡澡嘛安尼一直甲念啦，人迄建宏才拄来尔，敢若听到你安尼念嘛惊着。袂啦袂啦。哎，姐夫，即摆有你来做伴真好。以后翁爸若是念我，你就要替我加分担出，知无？嗯。嘛惊人念哦，家己来较自在。我惊讲建宏哦，互你带错牌。好啊，我再去传真济菜咧，食糜卖配话吼，来啦来。好，来来来，好。建宏，啊食糜若袂惯性哦，毛乌脸较胖呢。嗯，无紧啦，我改来就好。好好好，姐夫，你莫遐尔客气啊。啊，当较自然咧，大家一家人啊，你安尼哦，袂出新妇啊咧。好啦，阮吉啦。你莫多咧乌白讲啦，紧食啦！你上班要袂饿咧，来。哦，我吃我吃。爸妈，老三，我这，感冒。嗯，不是讲你感冒，你不爱加休困一时啊？哈，我困饱啦。安尼哦，好啦，好困饱就好嘞，吃糜太少太少。来，多谢妈。对，嗯，而且几工啊无伫厝的，然后变啊才客气哦。哦，好，什么话拢免讲。跟食，食糜吼。小爸，等下食饱，我想讲要出去找头路。建龙啊，找头路的代志哦，慢慢啊来休息嘛，再搁讲啊。不过我想讲，这建龙，你听我讲，进前吼，你是安尼，惊讲无生活费啊，压力较重，所以讲哦，敢若无头钱的啦，四季乌白装。啊！但即马住咧我遮吼，也免烦恼啦。过去你安尼冲动哦，安尼头脑死死掉啦。啊，即下阮讲哦，互你安尼一攒了这个经验，下摆吼，咱有这个经验了后，就唔通哦，搁再犯这款的错，知影？好的。哎，好啊。而且甲你讲哦，叫你卖搁念啊，啊，怎啊卖都食袂完嘞？你又搁多爱直讲呢？嗯。妈袂啦，爸讲话真实在啊。爸意思是讲，我即摆每一步拢真重要，啊，叫我每一步拢爱安尼真谨慎。对啦，你看你巧巧人哦，咱若光头，你就知影袂。嗯。无像这个戆哦，戆嘟嘟来，讲啊哪样都讲袂顺车啦。爸，这刚是讲我呢。哎，我你个足巧无戆嘛，啊？你我请问你哦。既然在恁李志辉安尼上班，吼，我们来上班噻。最近遐尼骨力，伊我看免偌久哦，伊来做头家哦。这吼，我你安怎？少年啊，袂晓想哦，你食老就唔正样啦。唔通将这青春哦，浪费在逍遥乐中啊，知影无？是，爸，我知影。爸，我食饱，我上上班，拜拜。哎，不客气。免客气。所以我惊恁爸甲念啊，走哪背你无看？恁吃恁吃吼，你做恁吃。嗯。妈，我食饱，我先出来，好。你要去倒？无，拄仔爸讲了真有道理啊。我是讲找一挂朋友啊、同学啊，我甲因讨论看卖哦，看即卖趋势是啥，啊，啥物款的工课较适合我？对啦，啊吼，出去甲朋友安尼开讲一下吼。啊，头路的代志啊，免紧张，慢慢来，吼，有所费哦，有啦，嘿，有，我所费，好，免客气啦，吼，没有，我先出来，好，有吃饱不？有，好，爸妈恁吃，好，恁吃恁吃，我这里哦，拜拜，啊，我收回去啦，妈去传一趟，没有你吃过，哎呦，哦，你妈妈我无用的。小这段时间哦，实在是你足辛苦的，妈看到足唔甘的呢。
妈，你别烦恼啦，我一点嘛都袂辛苦啊。我要给静静爸甲我讲的话，我拢记在心肝内，所以我今麦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我甲恁爸爸吼，以后绝对袂阁看你咧食苦啊，吼。妈，啊食苦就可以当作食补啊，吼。就好食，好食吼，好食就加食一碗。喂，喂，林辉啊，是我啦，是的啦，恁昨暝吼找你做红胎吼，所以吼我一直唔敢打电话给你啦。我无要紧啦。林辉啊，恁爸昨暝吼有甲你拍是甲你骂无？我烦恼你烦恼规暝都困袂去呢。我无代志啦。无代志就好啊，林辉啊。你即摆下课啊吼，我即摆吼离恁校对面干妈店等你，咱稍等再搁讲吼。哎，阮爸爸来接无？你莫出现哦。喂喂，啊，系啊。林威啊，林威，爸在家啦。你知影我昨暝受这多委屈，因足生气的吼，替我变甲红囡仔讲句啊，对无？三宝，我甲你讲啊。你免讲，我拢知影。你足唔甘的，我嘛足唔甘的。呀，我昨夜食三宝饼，降一个火气。这个。我怎么知你要甲我讲啥？姐啊，你听我解释啦。我是惊林辉吼，昨暝叫你骂甲，让囡仔戆神戆神，所以我牵伊手过马路。正啊，你为昨暝吼，应该甲你解释哦，这一切拢是秘密，大主大义甲我无关系啦。陈哥，哎呦，陈主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来叫林辉下课。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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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对啦，陈主任啊，林辉啊，最近无甲你添啥物麻烦啦，吼。嗨，这你放心啦，林辉吼，得好好表现是愈来愈好。啊，其他的老师嘛，愈来愈轻松，以活泼的教学方式呢。要那安尼，我都放心啊啦，我都放心啊啦。姐啊，你别烦恼啦，林辉的表现吼，连你校长都学得来得志呢。因校长哦，喜欢乜子，侬嘛跟我报告啊。俊哥嘛，一件代志，我是要跟你拜托的。俊哥，我叫你客气，加工。啊，对对的啦。啊，我听讲这学校附近最近讲有一只小狗安尼踅来踅去的哦。声音啊啦，也是老师下课的时阵哦，拢会甲人立，会甲人教咧。顶班讲囡仔有迄个惊着出家伙，对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学校这个安全问题有影是足重要的啦。那是讲阮林辉啊哦，伫上课的时阵，这安全应该无啥问题啦。啊，不，即马头壳听的都是安那，都林辉下课这段时间有无？我拜托主任哦，要下祷告咧。今后我若来，你才是讲阮大大汉后生来甲接的时阵，才让伊离开，应该安尼无啥问题啦吼。姐啊，我当然是先讲我啦，也毋过吼，我搁要提醒你一遍呢。我若是狗吼，我是101忠狗，绝对毋是小狗啦。哎，注意嘛，我安尼常常听到狗声吼，可能伊只小狗要来，我看咱赶紧一下，无然后咬着就废家咧。好，哎，姐个，阿婆我先来走。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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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啦，你有影来，直接拜。没问题啊，好好好，接麦了接麦了，姐啊，姐啊，你得较顾我完哦，无你要打电话到狗大队吼来搞你啊啦，那电话无我会好你啦，姐啊姐啊，嘿，姐啊，你要甲我骂甲我拍拢无要紧，只不过莫甲我当作空气好不？哎，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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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要做一下，好，看我哈，我徛行李啊。我三哥，过来啊哈。过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对囡仔你开始，你若下好下课，就来点头倒下手，不准你来出去外口乱拉扯。你不是不爱我来点啦，徛伫个点头袂伫卡。除非你甲三宝等甲你离离啦，我才会甲你赶倒去。有够阿爸的啦你。林辉。
你给我两只枪，我两百做你生意，出去，出去。阿母啊，你是家己照大哦，出去。啦，啊！既然以后都不要跟三宝的公司做生意，啊，顶下迄坎上讲算算的，才给赶走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算算的啦，较无安尼长底咖啡啦，该讲话也免客气啦。三宝，过来办公室一下。管哪样，你对阮莲花还好，我会藏在心肝内。对，那家伙就算吼大汉子嘛，你上明事理啦。你莫欢喜了，先早。我也反对莲花也跟你来往。这大汉子嘛，你应该知我唔是迄款人啊。我唔三七啦，佫较无品吼，嘛无可能撒家己女朋友吼上台去跳钢管啊。谁是你的女朋友哈？你哦，迄支嘴上好是较白的。啊，若无吼，以后连我也袂替你讲话啦。大汉子嘛，你尔替我主持公道啦！我对林辉哦是真心的，我绝对袂甲娶歹啦。也毋过你逐摆偷偷啊甲娶出去，拢会出代志，这是事实啦。这是讲我带赛是无？我是感觉讲哦，你甲林辉也无缘啦，啊是以后两个人哦，莫相交叉较好啦。我毋相信有缘无缘这款代志啦，为滴吼，我只是人家爱林辉一个人啦。风愈大，我愈要行。你若唔甲恁家做风台哦，你敢要试看卖的啦？啊，你钱无伊，你该啰嗦啥啦？这个，你已经主动让林辉爱我，你也唔过你无法度主动我爱林辉。你给我讲一摆看卖，啊？我爱林辉，林辉嘛爱我，迄是你把目睭捂起来当作无看，唔去接受一对吼生死相许恋人。你，哎呀，规定无要紧。我王三宝这世人吼，无林辉不爱娶，你嘛免想要讲王子啊收买啦，是你歹做无要紧，要唔我一定要找林辉。总共一句，不管你啊拆散甲林辉感情，我是拍死无退。好，你免怕啦。哎呀，你莫再怕啦。你啥啦？你连唔甘？是，我真唔甘。哈？你下一天杀了这唔食囝？对，我甲伊三宝。我嘛希望会当跟你做伙，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做动我甲三宝做伙好无？林辉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接受我对你的付出。你给我点起来，你！爸，你相信我，我讲的是我心内真正的感受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为难我甲三宝啊啦！袂用你，袂用你，我不准你甲三宝来往就对啦。爸，静啊，我敢真正哈尼够你玩？啊，是讲我顶世来跟你撇到啥物深仇大恨，你了要扯煞阮两个人？总共一句啦，你就是无爱言啦！来，钱摕，你甲我出去，啊？你的游览车行李哦，我也无要做啊！静啊，出去！你干嘛做？你出去！静啊，出去！你无看恁爸哦，气甲阿妈滚紧哦，拢硬起来啊！你要甲气甲死哦，你才甘愿？阿三宝，你到位阿无好啊？想做你大老弟，真正不公平！就一个人的代志，规个脚巴肚拢会下起来，这点无代志，你吃半饼。念几落，你是念袂煞是？我伫店内蹲几工啦，无讲艰苦啦。爸为了要让林辉甲三宝也高高低，就甲三宝的游览车断到无半台。哎呀，咱是要做啥？游览车公司也毋是三宝因一间尔，一间无话白间就好，你是咧紧张啥？青椒都无够，搁曝光。你敢知影新店生意足竞争的，啊客卡足歹找的呢？找客卡是我的代志啦，无需要你去外口甲人计较啦。你烦恼啥？袂互你咬着啦。这间店是咱的，你要放我倒哦，我唔肯啦。欸对嘛，甲厝内红计倒拢是同款啦，啊，厝内公妈若有菜吼，店面内会倒啦。
你关心恁个幸福，这我知影。伊也毋过你嘛有讲过啊，生理归生理，啊你是安怎甲三宝游览车断到无半台啦？嘿，无断要哪会断根啦？哈，要断嘛免甲林辉顾条条啊。恁安尼缀前缀后，敢若咧顾贼仔嘞？安尼要哪有效啦？人讲哦，顾贼的是一面，做贼是一支呢。恁安尼要顾会条啦？哎呦，你心肝头底想啥，我知知嘞啦。煞毋知影，你要叫我点点放三宝甲林辉啊？伫外口安尼伫咧搭甜，啊三宝也袂死心地驾游览车拄来咱家就对啦，哎呀，哼，我也无伫咧食饱收闲，七时过伫咧啥好心？爸，你要关心林辉的幸福，啊咱店的生意你嘛爱顾啊。咱迄间店是甲公妈病大呢，啊店若顾无调，公妈要哪裁掉啊？辉君啊，做新妇的哦是爱替人团香火。阿公妈哦是请去无请落，卖一个无欢喜，一个嘴安尼公妈请来请去，听阿妈啦，甲建明去你烧一个香，头准备暗顿啊。你话，开嘴合嘴都吱吱叫啦，但是好枵着也是好看着。其实慧君讲了无唔对啊，你安尼甲莲花啊缀前缀后，安尼真正毋是办法呢。出名，那是要知你伫倒，敲一通电话问就知啊。好啦，我知影是我唔好嘛。迄天哦，我无应该让林辉代替我唱歌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唔是跳高安呢。我也知，你后摆要加讲。我真正叫害死啊！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唔是常咧讲。黑气白卡哦，卡骨都是你的啊，所以你今摆吼绝对袂当放弃，嘛袂当提哦哈。我今摆是真无步，提无路啦。今摆林辉吼，逐工叫定死死，上阿科拢有人来接，连接机的机会都无，是要来搞嘛？那听你讲吼，你是应该艰苦。有啥啦？我也想着办法啦。啥办法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请你捧米汤了。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.
心没什么了不起呢。你要走啊？我要走要创啥？钱在眠床头啦。喂，兵工厂，狗仔队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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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下，好，到下。哎，你是卖李龟，外口有记者。其实就创啥啦，只要打下要就关机啊啦。这么晚才来，我想讲你在生气，我来找我。这钱你收起来，出去嘛别敢讲话。带你出去，把你的面暗起来。别叫我妈来，你也袂了。讲你闹绯闻上报纸，写咱娘家的面子。我知影你在生气，你若是对我任何不满，做你讲，你想要打我，想要骂我，我拢会乖乖记在你手里。我现在感觉就更小，我是要去面对恁爸妈。
这么介绍的代志，你是安怎做会出来？你别安尼好不好？今仔的代志是我唔对，我给你回信的。回一个信的，代志敢得我当解决？敢出你头前，得爱有才调，莫有掠包。这代志也去我妈知影，你唔当爱骂你，连我都会怪惨了，你知无？妈一边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找机会甲解释。可是讲伊若真正骂你，我会跳出来为你。你若真正为我好，有够我的面子，你就别去外口逍遥找查某啊！做生意嘛，干来交际应酬啊，不时才会拔着昏迷啊。白做天下企业的董事长，干来怪起你唔收零酒。贷款结束人，敢有需要干来跋烂？我嘞。我甲爸无共款，你嘛甲妈无共款啊！我无爱管阿爸无讲道理的太太啦。我袂这样糊涂，请你原谅我好不？我实在不应该唔忙，你会当了解我的苦心。在大家官的面头前。我是一个救不掉因后生心肝的媳妇，在婚姻内底，我是一个救不掉家己红腮苦头的太太。即卖我，唔但爱忍受你四界虚化生活，该替你讲白贼，暗坎你反背我的事实。爱民主，我牺牲我家己的尊严，失败的媳妇，失败的太太，失败的查某人，这些感受。有啥物人比我较悲哀？影响到公司的名声，对地方嘛别得过。爸，我不要紧啊。什么要紧？你就是这种态度，自己红尘管袂好。俊恒爱佚佗，你无甲好好约束，去放伊四界去放荡，做人的牵手哪做会起来？妈，这款代志哪会怪地方啦？俊恒的心根本都无伫咧厝。就算雷锋搁较哪温柔，嘛万一的心袂调啊！真牛吼，唔是饮酒驾车，就是花天酒地去用砍报纸，杨家甲天下企业的面子，拢去让你下了了。妈，交际应酬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花家的小姐是逢场作戏，我这也无啥，哪就气到安尼？你做唔对，但是搁应酬应酬，你从来要甲我气死是无？阿姐。妈就妈啦，莫去卖家己身体。好证唔传，歹证袂断。逢场作戏这句话，应该是你这做爸爸的去教恁后生才对。
妈，我家己做的代志，我家己担，你莫讲爸，你针对我来就好啊。哦，愈来愈过分哦，做唔到代志，佫大细声，你嘛就来在讲我这个妈妈。那不是你讲的这样无理，对不对？袂得对爸妈的无礼貌。好了，大龙先去无应家己的代志，去叫公司上班。爸，我先去公司啊。爸，我不行了。俊，你老了啦。有甚物栽培我？敢真正器重我？自我细汉，伊就看我无起。我做任何代志，恁拢要反对。在伊心肝内，我根本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囡嘛。你也了解恁妈对你的苦心，伊希望你有出脱，唔是对你的要求较严格。爱我好，希望我有出脱。就当无尊重我的想法，逼我照伊意思去做。我已经不是一个囡仔，无需要恁牵我的手，教我安怎做。我有选择自由权利，请你尊重我。春玲，爸了解你的苦衷，也不过你也是了解啊。你妈啥代志拢爱追求圆满。伊唔是不爱互你自由，伊是惊你行了唔对路，而且个路路拢甲你破好势，这就是伊栽培你的苦心啊！我再讲，即摆你抓这个代志出来，有影有较超过，你知无？就算讲你无替你妈想，你嘛要替雷锋少想一下。讲到雷锋，我就搁较生气啦！即摆变甲跟妈同款呢。逐天在我耳光边细细念，逼我做个，逼我做这，妈实在真厉害啦，连新妇哦，拢有洗脑去啊啦。当初是你，嘛是你教伊雷锋的，你才给他带入门的。啊，即摆伊的态度完全拢改变了，这是你家己爱负责的啦。啊，你若无好相信失望。伊嘛袂安尼啊！啊，雷锋是受到妈影响啦，才会愈来愈看我无啦，对我无信心啦，无唔对啦，我去占酒店是我无应该。爸，你敢知影？我伫遐比伫厝内甲个公司得到更加是尊重甲快乐。俊贤啊，你安尼去跳花坑，你知无？啊，小心嘛，无要紧啦。反正你妈生我来，我跟大弟永远袂比的啦。我是做甲老乖，好嫌甲老烂啦。我做甲死，嘛无得得到伊的肯定。我真正唔知我是倒位在得失着伊，伊这样尔讨厌我。既然俊贤伊家己讲是逢场作戏，安尼应该由你这个有经验的老爸去开破好哉啊！我是我，俊贤是俊贤，伊免代我来受罪啊！
我听无你的意思。你现在在我的公司，你袂用因为俊贤不是你生，你就安尼刁难伊，对你这么冷淡无情。有大人以上的要求，要把俊贤当作是家己的后生来看待，至少你要把这两个囡仔对待应该公平。杨凯文，不是每一个查某人拢亲像我这么有良。当初时，你敢不想要来反背我？你敢知我迄当阵我的心是有偌痛，有偌艰苦？感情的代志啊，别人讲想对，想唔对，你想要答应你的要求啊？甲俊贤生下来就搬回美国，永远拢袂回来。啊，你嘛应该照恁姊妹约束来接受俊贤啊。我就是有教育所，我唔知用遐尼侪精神甲气力去教育伊。我对伊较严，我是希望伊有出头，我唔是伫刁难伊。兄妹，这个怨恨完全拢撒好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利用俊贤来报复你甲阮小妹？我会当怨恨你的反背？我敢会去怨恨我的小妹？每一个家庭教育拢无同款，我甲阮小妹自细就接受真严的管教。我是用我的爸母教育我的方式去教育俊贤，可是我若对伊放牛吃草、固在伊去，阮小妹颠倒会怨叹我，无该当作家己的后生。我这是我对你有误解。